各位台友早晨，9:24星期六，跟进少少新闻，跟进少少中国同俄罗斯。未讲之前呢，就交代一少少我哋一啲工作。我哋喺马来西亚帮一个学会咧起一间大庙咧，就继续都有支持嘅。咁啊，多谢有啲同学啊，有啲赞助。咁我哋印度北部嗰边咧，阿萨姆省咧就告一段落啦，同佢做咗间女子学校，跟住咧就有好多间嘅宿舍。同埋咧，又教佢哋點樣種植一啲植物，同埋點樣儲水，就唔使用嗰啲地下水污染。另外咧，喺斯里蘭卡嗰邊咧，有幾個地方咧就近郊咧就好窮，嗰啲人咧就比較好多資源都缺乏。咁啊，好多謝當地嗰啲佛教團體啊、啲寺廟、啲僧侶咧，收到大家的贊助費咧，咁啊買好多糧食，咁啊定時去分發俾啲窮嘅人。另外咧，就我哋喺德州做一個養生保健嘅花園，係由我加拿大嗰個保健學院咧去負責搞嘅。咁多謝啲同學幫手，將來咧完成咗咧，我哋大四超嗰啲台友 VIP 咧就可以免費嚟住一個月都得嘅，即係呢度住一個月，免費全部免費，就可以練功一個禮拜又得，即係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可以練功啊！可以我哋有好多方法教啲人點樣保健啊，多一個靜修嘅地方嚟嘅。所以變咗我哋嗰設計咧，全部都用翻本身嘅生態資源咧，盡量唔加外來嘅物件擺喺度，石屎都唔用。咁就我都要飛過去。幫嗰個土地咧，要用我哋嘅方法咧去祝福加持一下，同埋設計好多唔同嘅嗰、那個唔同嘅古代嗰種意境咧，係另類嘅。譬如我哋移植一個蓮花池喺度，有6尺直徑嘅一種蓮花，平放一張我貼俾大家睇下。咁兩個人我都瞓喺度喎，好正喎。咁而家咧就最考技巧咧，就我哋要種一棵樹，但棵樹咧有10多種水果嘅生長，即係你食完木瓜啊，食香蕉，食完香蕉啊，食菠蘿，食完菠蘿食龍眼，即係嗰棵樹有10多20種唔同嘅水果。在一個樹幹那裡這樣生出來。另外呢，又會設計一些休閒的聽音樂啊、探咖啡啊，譬如你熱天的時候呢，你坐到呢都有些雪花落下來，要來調節個溫度啊。盡量用那個原始，現在我們有些植物啊、樹木啊，都盡量不想動它，就會找一個園藝的藝術家呢，就地取材，將原有的植物呢是收拾到一個藝術的圖案。這個是根據美國一本很暢銷的書，是教人怎樣生活簡單呢，你就是很舒服的。
一個女作家嚟嘅，佢一個女強人嚟嘅。嗰本書喺美國燒得好犀利，咁變咗我喺美國呢個侯斯頓度做呢個工作咧，咁我用翻美國呢種嘅呢個潮流咧，就運用佢個理念咧擺到。其實佢個理念都係涉及我哋同我哋佛學冇分別嘅，不過我哋佛學仲更加犀利啦，啊全部抌低曬。但一個人做全部等等曬咧，就談無容易啦。除非你揾到好嘅方法，你揾到好嘅方法，你一等低嘅喎。所以好多修士咧喺山上邊咧住嗰啲茅屋咧，唔願落山嘅，真係唔落山。佢揾到方法啊嘛，佢揾到嘅方法咧係嗰個 meditation， 係深層嘅 meditation。你推開嗰道門咧。將我哋人體嘅陰陽正負能夠自己運作翻咧，你嘅快樂咧，比你做愛超越咗嘅。一人世間最快樂都係做愛嘅，喺而家個世俗，但我超越咗嘅，因為你做愛咧，你會停噶嘛，會收工噶嘛。但喺嗰個 meditation 嘅得到翻嚟，內部嘅陰陽調和咗去自己行嘅話咧。你嗰種輕安嘅感受咧，超越咗喺做愛俾你嘅快樂，但佢可以唔停嘅喎，因為佢唔願落山嘅，佢真係坐喺度就好安樂噶啦，自己搞掂曬。但喺嗰個標準啊，就算你推到呢道門，去到呢個咁嘅禪樂嘅境界咧。都要你擺脱佢喎，嗰個另外一個話題啦。但你能夠入到禪樂嗰個領域咧，都唔容易嘅。但你入到，你都要抌低佢，即係等於係我哋舉個俗例啦。譬如話，你而家世界揾錢都唔容易，等到你揾到錢嘅時間咧，你點樣唔俾金錢去約束你，又唔俾俾我金錢嚟影響你嗰個嘅心？太呢個又係一個學問，等有啲人會追求權力，追求到追到啦咁，咁你個權力佢有負面噶嘛？你點樣用到佢咧？又唔會俾個權力咧去拖累到你咧？啊，嗰個又係真係另一個學問，等於修行都係。咁希望我哋將來嗰啲台友同埋嗰啲學生啊，咁啊有時間可以經過美國。嚟我哋嗰度玩下住下，呢個地方咧係我一生人嘅到而家嚟講咧都係少少心血嚟嘅，因為將佢保持翻係原始嘅風貌嘅地方，盡量唔加世間文明嘅物件擺有嘅，就地取材，乜都唔喐。等於以前佛祖都係啫嘛，佢喺嗰啲麻棚嗰度咁啊，光居咁啊，整張嗰啲吉祥草啊、坐墊啫嘛，乜都冇。有另外一種境界，有另外一種寧靜嘅境界。而家喺世界上咧係缺乏嘅。據我所知，喺印度嗰個瑜伽市鎮咧都可以有。咁有啲國家咧都有嗰啲。Yoga 啊 ，meditation 嘅靜修，佢哋都做得唔錯嘅，但佢哋都世俗化咗，即係都有好多五光十色嘅嘢啊，好多物質嘅世界嘢擺到啊，同埋又做得好精緻添，有好多場所都，但都唔係我心水嚟嘅，即係我完全唔要嗰啲嘢，全部就歸於原始嘅動態，即係所有嘅氣場咧。都是跟翻原始的動態咧，就算啦。都有一個好長時間的操作，我都會過過嗰邊逗留好耐，稍後即係稍後個時間都會過去逗留好一個時期，即係跟進我啲工作，都係一個玩具嚟嘅。但呢個玩具咧係幾好玩嘅，整啲屋仔喺度，都有三幾百萬尺。土地都有三幾百萬尺。好啦，咁啊，講翻今日嗰啲少少重點嘅新聞。
重點咧就係普京就號召咗嗰啲後備軍啦，但呢個係假象嚟嘅，佢係其中一個籌碼。但佢有呢個籌碼咧，然後搞呢個頓巴斯地區咧公投。而家宣布出嚟咧，就係話有九成幾嘅人咧支持公投咧去加入俄羅斯嘅，即係佢成立咗個國家，然後咧就join埋俄羅斯。咁佢一個撤退嘅步驟嚟嘅，之後佢搞咗兩喺東部打咗兩個地方，好似佢之前克里米亞嗰啲打咗落嚟，跟住俾佢哋搞獨立，獨立咧，咁你嗰啲國際社會吹佢唔上。但呢次咧有少少例外啦，因為支持國家咧就反對，即係話唔會承認嘅。咁但如果你唔承認佢宣布咗公投獨立之後，你再出兵打佢，佢又加入咗俄羅斯，咁變咗你係攻打佢俄羅斯嘅領土咯，又喺嗰個法理上。所以普京佢擺咗盤咁嘅棋喺度。咁佢話：如果你攻打我俄羅斯領土嘅話咧，我會用嗰啲殺傷力強大嘅武器。有啲核戰術嘅武器，有啲核戰略嘅武器，佢唔係話要即刻打核戰，佢哋設計咗有啲迷你嘅核導彈仔啊，嗰啲殺傷力都好大，殺傷力都好大。其實西方世界咧，如果去到啲局面咧，你烏克蘭咧都要退。咁佢係當地嗰啲人民嘅選擇公投，咁你都冇計啦，係嘛？即係你為咗和平都係要退。都幾惆悵噶，但班鬼佬咧就見你俄羅斯嘅實力咁曳咧，就想乘機咧就抽水啦。但你俄羅斯咧又保證要保證到人哋，你以後會唔會再搞呢啲嘢咧？所以這個局面都幾難搞。喺坊間嚟講咧，又普京有病，但呢個我哋證實唔到啦，就唔敢亂咁講啊。我再講翻自己中國內部有啲花邊新聞啦。原來嗰啲停咗大半個中國開航機唔升降咧，就驚住有人有動亂搞，又驚住有啲人咧係走佬，大量逃亡走佬，所以咧佢突然間控制曬喺度。有嗰啲係嗰個係唔係好嘅現象嚟㗎，唔係好嘅現象嚟。咁究竟佢中國內部咁多自稱係叻人，個個都自信爆棚，點解？將嗰個權力交接都搞到咁狼狽咧，呢個真係百說不得其解。大家識好個遊戲規則，咁啊照常咁啊搞掂啦嘛，係嘛？係失禮人嘅，即係我哋感覺咧就係失禮人，即係話你中國人處理一啲咁嘅世俗嘅問題都搞到甩頭甩骨，係咪？有遊戲規則咪照遊戲規則玩咯，係嘛？即係搞到咁嘅局面咧，真係失禮人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少少，又係開心嘅。咁啊，香港咧就嗰個出入境咧，就喺我哋超特首話努力之下咧，都有一個大家都接受嘅。
搞個零三出嚟，咁都幾好啊！一步一步係嘛？咁有啲就一擺零零啦咁，你邊個唔想搞零零啦？我相信佢都想，我相信好多官員都想，做生意更加想。但因為你嗰個特殊嘅國情啊嘛，係嘛？佢搞到零三已經好啊，咁大家都係要支持啦，係嘛？我又講啲又唔係咁好聽嘅消息，美國又係大冧市，美金扯到飛起，嗰人仔去到1.71啦。呢個我哋一早講咗嘅，咁我哋自己圍攞啲兄弟而家賺錢啦。有好多大家知道我係長期萬里長空噶嘛，長期萬里長空噶。我投資點解要買你升啫？我等到你升咁上下，我咪沽空咯。我可以買你跌噶嘛，我賺錢啊嘛，我哋得你鬼反升點咧？但好多人咧喺嗰個觀念上習慣咗咧，係要買嘢望升水嘅，喺個觀念上。真係好奇怪嘅，你叫佢話喂沽邊只股票咁，佢哋係冇咁大吸引力嘅。你喂嗰只股票買一個啊，咁啊有吸引力啦，好奇怪噶。佢個觀念上，佢就忘記咗話我目的係賺錢啫嘛，係咪啊？買中咪升跌買中咪得咯，即係唔可以有情緒化，又唔可以有感情，即係你知道你想做乜嘢。咁呢個咧，我哋睇到嗰個美國咧係好厲害，真係好厲害。佢係可以左右到你世界經濟。佢砰一聲，咁就加你三個碼，哇！全部所有你嗰啲國家啲外幣全部跌，日本一跌到飛起，英鎊啊好似跌咗成兩成啦，由年初到而家。我而家你買喺英國買樓，而家咪平咗，係嘛？你去日本玩咪平咗咯？世界所以佢有利有害噶嘛，但如果你中國啲人仔唔貶值咧，就出口大禍啦嘛，冇曬競爭力噶啦。如果佢唔貶值，所以佢貶值係要貶好多添，佢貶兩成啊，學英鎊喎。因為你點夠喺越南啊、柬埔寨啊、孟加拉啊、印尼啊、印度啊，佢出口平嘅，佢人工平過你啊嘛，原料平過你。所以大家在投資上咧要小心呢啲破位嘅，咁啊真係要留心個烏克蘭、俄羅斯嘅戰局，係影響嗰個成個亞洲嘅安危，燒到嚟呢邊。咁啊點樣去部署？點樣去？走位咧，咁啊，各人各人嘅打算，哇！咁世間錢咧就大把機會揾嘅，你有條件，停三幾個月或者停半年唔做嘢，有條件嘅，咁咪停咗先咯。譬如你啲生意能夠遙控嘅，咁咪行開咗先咯。特別屋企人，亞洲危險㗎，亞洲危險㗎。好，係咁先。